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作者俄式老五，播讲小编 C 烟水笑。第850章聊恩怨。你很不错了，在地球也能跨入铸灵境，资质的确配得上你的骄傲。莫无忌淡淡地说。这倒不是他说反话，夏至在地球这种资源匮乏几乎没有灵气的地方，能用几十年的时间修炼到铸灵，这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这等人就算去了修真界，也会是宗门的核心弟子。你能感知我的修为？夏至面色有些发白，他看莫无忌像是一个寻常的凡人，而莫无忌却能看出他的具体修为，那这二者之间的实力恐怕是差距很大呀。夏若因是你什么人？莫无忌的语气很冷，他感觉到眼前这个夏至和夏若因应该有些联系。夏至厉声说，夏若因是我姐姐，我姐姐的修为比我强了百倍不止，如果你对我动手，将来我姐姐回来必定杀了你为我报仇。哦，夏若因离开地球了。莫无忌微微皱眉，夏若因就算也是修炼，在地球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修炼到多高的程度，哪怕夏若因的资质比夏至还强，也不应该离开得了地球啊。修炼者的心态让夏至迅速冷静下来，他吸了口气说，你还有一个弟子在我手里，我已经用独门手法控制了他，如果……你说的就是这两根针吗？莫无忌不等夏至把话说完，忽然伸手在虚空一捞，随即便捏着两根犹若牛毛般的细针。你……夏至刚刚调整好的心态再也无法保持，他背后的冷汗犹如流水一般瞬息浸透了衣服。越是修炼实力越高，越是珍惜自己的小命。夏至这种站在所有人之上的强者，比一般的人要惜命的多了。莫无忌只是虚空随手一抓，便能把千里之外的定魄针取出来，这等实力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告诉我夏若因去了哪儿，怎么去的，我给你留一句全尸。莫无忌的语气有些冷，而此时旁边的夏之道又开口了，你应该就是莫无忌吧，你和我夏家的夏若因也算是朋友，大家都是修炼者，现在你如此对付我们这些凡人，难道不问心有愧吗？夏家的人可以修炼几十年保持容貌不变，莫无忌为什么就不能？当年夏若因在修炼之前还是从莫无忌那儿弄来的药液配方呢。我不知道，你不能杀我。夏至无法动弹，汗水从额头滑落。莫无忌懒得继续废话，一道神念直接渗透到他的意念之中。仅仅数息时间，莫无忌便收回了神念。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夏至还真不知道夏若因是怎么离开地球的。他只知道夏若因离开了地球，修炼功法是夏若因所传。同时夏若因也告诉他，让他专心修炼，到时候他会回来把自己带走。莫无忌没有耐心继续留在这儿了，张手便从夏至眉心画出了一滴鲜血。这滴鲜血被他带到了虚空之中，随后一道道符文被莫无忌打入鲜血之中，鲜血周围形成了一圈圈肉眼不可见的波纹，这些波纹不断地扩散出去，就好像平静的湖面上丢下了一枚小小的石子。任凭这滴血就这样悬浮于空中，莫无忌没再开口说任何话，转身走出了夏家的会议大厅。同一时间，夏家地牢中被锁住的十多人锁链自动断裂，
地牢所有的智能大门同时开启。直到莫无忌的背影消失无踪，夏游才吁了一口气。知道说，此人正是莫无忌啊。夏之道面色有些发青，但他也是微微松了口气。没错，此人正是莫无忌，当年就是夏若英杀了他，没想到居然没有杀死此人。怎么了？听夏之道的话突然顿住，夏游赶紧问道。夏之道皱起了眉头。这不对呀，我肯定莫无忌被杀了。当年他和夏之定也在那个实验室外面，他清楚地记得，在夏若英捅了莫无忌一刀之后，夏若英的父亲接着就进入了实验室，更是拿出刀对莫无忌连捅了数十下，就连莫无忌的头都差点被砍下来。这么可怕的伤害，莫无忌怎么可能还活着？但如果莫无忌死了，刚来的又是谁？夏至忽然感觉身上能动了，他站起来说，我要立刻离开这里，那莫无忌这次没动我们，下次就很难说。夏至的话戛然而止，他的眼中浮现出了一种恐惧和难以置信。仅仅片刻的时间，他的身体直接炸裂开来，就好像开了个头一样。夏至的身体炸开之后，夏游和夏之道一个个的身体都迅速炸裂。在莫无忌施展的问邪斩杀神通中，所有夏家男丁只要到了15岁之后，全会被这种问邪神通斩杀，无论在哪，只要还在地球就绝对逃不掉。这会议室中都是夏家的高层，以莫无忌想来，肯定都是夏家的嫡系。不过他也没想到，居然还有两个人安然无恙。会议大厅充斥了血腥之气，这两个人浑身颤抖地站起来，两人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地各自冲了出去。就算是白痴也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是夏家的人，正因为他们不是夏家血脉，他们才得以逃出升天。不过别说两人知道了自己不是夏家的人，就算还是，他们逃过这劫也不会再承认来自夏家了。莫无忌缓缓走出了静阳室，他的心里忽然轻松了许多，曾经一直犹如一根刺般扎在心里的东西，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直接杀了夏氏嫡系血脉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莫无忌可没有半点愧疚。夏若英当年不问因由直接杀了他，好歹他还是夏若英的恋人，可见夏家对其他的人手段恐怕更加毒辣。比起修真者，他还算是有自己底线的，换成别的修真者，就算是心性最平和的过来，恐怕也会将夏家斩尽杀绝。从现在开始，他和夏若英之间的事情算是彻底了结了。夏若英此刻在他的眼中和伦采、慕容相与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区别。莫无忌对着净守山凝视良久，他这才一步跨出，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准备为地球布置护阵和天地元气恢复大阵，以他的实力和阵道水平，星系护阵都可以布置出来，净化地球天地元气的大阵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一枚枚顶级阵旗被莫无忌融入到地球外围的虚空之中，淡淡的仙灵气息也被莫无忌渗透到里面去，覆盖在地球表面那层灰蒙蒙的沙霾在此刻迅速的聚拢，就好像有一个可以分别辨认的大吸盘将这些沙霾全部吸走，被破坏的大气层也被莫无忌的护阵迅速修复。久久不见阳光的地球，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稀疏的光线。贵城市，一个中等城市，显之阳的家就在那儿。显家在贵城也只能算是个寻常之家，因为显家的显东海颇有生意头脑，赚了一些钱，
又用这些钱创建了一个模具公司，所以冼家的其他人都依附到了冼东海的模具公司里，而且甚至还各自有了极少的股份。不过最近冼家可是争吵不断，原因很简单，冼东海的儿子冼之阳忽然从学校回来，开始投资地产。一个很一般的模具公司能赚到多少钱呢？哪怕现在土地再便宜，被冼之阳这么一搞，资金链也开始断裂。我们也不愿意继续吵，你把我们的股份折算成钱给我们，你爱把地球买下来我们都不多管。说话的是冼东西，他是冼东海的弟弟，也是占股最多的血亲，足足有7个点的股份。当初不是东海带你们进模具公司，你们现在还在找工作。冼东海的妻子勃然大怒，这些兄弟姐妹没一个不是白眼狼，完全忘记了东海当年是怎么对他们的。多少钱呢？冼东海已经没精力去骂儿子了，现在他得想办法将钱凑给这几个问他要钱的亲戚。我们的股份总共有13个点，加起来521万，我们也不要你多的，你给我们500万就行。冼东西再次说。这次没等冼东海开口，冼之阳站了起来。爸爸，钱我去借。冼之阳说完直接拨通了谭真曼的电话。他和谭真曼关系一般，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关系。当初是莫无忌告诉他要投资地产的，他想问问谭真曼有没有通过3星考核。如果谭真曼通过了，那就说明他没有看错，莫无忌是真有本事。这样的话，他就打算问谭真曼借些钱，毕竟两人都跟莫无忌有关系。如果谭真曼没有通过3星考核，那他就只能想法子把那些徒弟以更贱的价格卖出去，凑个500万给这些如狼似虎的亲戚。起初是观星广场，西离和谭真曼面面相觑，他们被困在这里好多天了，就连吃饭也是工作人员去购买的盒饭。刚才两个人居然同时感受到那让他们随时都会死亡的牛毛细针居然不见了，两人的力量一时全部恢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谭真曼不敢相信地问道。西离见识更多一些，尽管很是离奇，但他依然感觉是有人在远处将他们体内的牛毛细针给取走。真曼，应该是有人帮忙将我们身上那根针取走了。西离自己都很难相信自己的话，但他偏偏就有这种感觉。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 C 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